化妆，所以说，哎，我先来直播一下啊。现在是，哎，这个怎么转镜头？好像不太会用，等一下啊。反正，谢谢粉丝们送吃的，我们都在吃啊，还有礼物，好多礼物啊！谢谢粉丝们，谢谢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还有这边啊，这个是我会，这个。还有五个人的东西，哎，那个谢谢大家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不太会搞，哎，好了，然后那个他们应该准备好了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干嘛呢？转过来，直播啦！哦，就开始了。嗯，对呀，就开始了。对呀，恍然大悟。先从。Hello，我主角是你吗？科科，花絮主角，来我们最美的杨希啊！你是什么担当？龙套担当啊！龙套，杨希龙套担当。五个人当中你是什么担当？颜值担当。你好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我是什么担当？你是各种担当。我什么担当？说一下。你各种担当，你是店长担当。店长，对。我开了什么店？宠物店，宠物店啊！我都看不懂的样子。想跟那个直播前的观众说一下，粉丝说一下什么，说些什么话？很开心看到此生看到不少，不过待会我们会见面的。你看，这还一激动说。然后就是你现在在后台有什么心理，有什么感想吗？状态什么？心理感想就有点激动，看到就可以看到这么多人，是吧？然后你可以透露一下，就是今天的节目里有什么可以透露一下的吗？给大家一个彩蛋。不要告诉他。彩蛋不是都在最后吗？透露一点点吗？透露一点点节目。反正我的皮卡丘已经充满电了。哎，皮卡丘充满电喽，大家准备好。我先电一下小哥哥。来，公正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大家有在看吗？对，大家有在看了，好多人哦。我头发还没有那个，还没抓，正还没有抓头发。有什么想对就是直播前的粉丝说的话吗？哎，正正说这个，为什么有这个意思呢？就是节目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吗？当然很嗨啊，要不会 mix up 也不会 start up 呀。啊，好吧，那你准备节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搞笑的事情？一航，你们两个太搞笑了，我觉得我们俩准备节目就是个特别搞笑的事情。是吗？他那节目真的，他都不咋的。他那个节目吧，挺有，应该，哎，一个字，萌。他的节目一个字，酷。酷酷，嗨，我俩乱入了。来，店长跟那个直播前的粉丝放个电吧，来个电，你自己拿手的。好，电。你自己拿手的，你放个电。十万克，来给放个电。十万克，来，电一下来。哎，哇，好多人。十万克，我抛出了精灵球。有人抛吗？嗯，有人抛精灵球。不要抛过头。来，看到杨希了。来，我们的什么担当来？最美担当、颜值担当、各种担当、长腿担当。你再往后点，他好近啊，好近啊，好近。你再往后点啊。好，你把我角度拍美一点。有点黑，我从这边拍吧。不然的话，科，不然的话，新网店。哎，还是这边光比较好。这光好好。哦，有人吹风扇。谁的吹风扇？没有。不是，这里面有吹风扇。有什么想对直播前的粉丝说的话吗？嗯，不管你们来不来得了，杨希一定直播吃手机，都没吃呢。之后还会有机会，可能会直播吃手机巧克力，吃手机巧克力好。然后，哎，看看来，你可以透露一下你今天的节目吗？用一个字来描述一下。把你骗，你没觉得很高？你在笑谁？我今天的节目啊，嗯，就是默契。默契自己的呢？我自己的节目啊。不，哦，看出来了，啊，大家自己意会一下啊，意会一下。然后你在准备节目之后，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来跟粉丝分享一下？准备节目的时候，最有趣的事情就是，因为小哥哥什么？你再说吧。有一个节目，
非常的抓眼球，大家一定要，我来教教你好了，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记得多拍图，那个节目真的非常的精彩。啊，谢谢你给我打广告了，不用客气。我们康康呢？康康，康康还在化妆，没关系，我跟梁希先陪大家玩一会儿。我和梁希今天陪大家玩一会儿。我跟你们玩点什么游戏啊？哎，你们这个衣服好像啊。我们来玩快问快答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了啊！谁的嘴巴最大？熊猫。大家问，可以看吗？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。我们问哪有谁最贴心？为什么？谁最白？为什么最白？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美白经验吧。就是穿的厚，你知道吗？天天我都穿好几件。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微博的合照，小哥永远跟我们不在一个季节了。他每天最白。对呀、啊。对，然后穿的超级的厚，我们都穿无袖、半袖，他要穿长袖外套。两件。嗯，好吧，来让我们看公众吧，你们俩休息会儿啊。好。正正在搞发型啊，萌萌哒。什么？正哥。正正。啊，我听说我正哥，吓死我了。不行。大家不嗨我一定要嗨起来哦，一定要嗨起来。对，因为如果不嗨的话，因为看镜头，嗨起来。好的，正到这里了。哦，康康还在化妆啊，所以我就自己直播了。我来自拍一下吧，我来自拍一下。哎呀，拿着吧，你脸比较小，来。加个线，我呢，来再挤一个。哇，为什么没有我啊？因为你在搞有人在截屏吗？大家就在截屏。留给我一个。我要最高。好，一号宝宝最高，一号宝宝最高。看一下。然后我自己，那我就自己说了，没有人问我哈。然后你可以照一下我呀。来，我们来照一下康康。康康迫不及待了。哇，康康发型今天好霸气啊！对。今天我们的霸气担当就是康康了。哎，康照不到脸，来康，嗨 ，Hello。哎，康帅哦。我还行。康康娇羞了，讲你康康。来先画吧。啊。我们来照下镜子好了，大家都在这里。照镜子。对，照镜子。有我们。Hello。有啊。这电风扇吹得好爽。哇，好凉快。后台其实很冷，你知道吗？但我们的心是火热的。对对对，因为外面粉丝已经来了很多人。哇，你看，好多人。听到了这首歌啦？知道是什么歌吗？哎，哇，有人夸我，谢谢谢谢，有人夸我，付小醉帅。他们是谁最帅？我们是烟袋斜斜十号的剧组。就我呢，我呢。来看看，正着。你们已经大概五分钟没有给我镜头了。哪里有？刚刚给你了好吗？真的吗？是啊。哎。我相信你，因为你找的角度。对呀，当然了，我是拍照最好看的，当然是。不然呢？对，不然为什么让我拿着呢？你以为呢？大家到现场要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，对，因为今天下雨，对，来了好多人。来，正正看镜头。我手机不到这。哎，放电了，电上。哇哦。哇哦。对。来换一个。一直到结束。哎，我来了，好了，来康吧，走。康康跟那个直播前的粉丝们招呼吧。Hello， 我是康康，我是康康。哎呀，你就拿两块钱。出镜多次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走。你离得近点，谢谢。你这个光不太好，你往前一点。你再往前点，因为你，对对，好。然后康康，你有什么？节目要透露一下吗？用一个字。嗯，只能透露杨希的节目。哇，哎，因为他节目因为他吃手机啊。啊，杨希今天直播吃手机。这个不要再提了，有上台的提，现在不提。康康，然后你透露一下嘛，用一个字，你的节目。我透露杨希的节目骚。啊，行，那你抱他吧，他都这样了。
这节目好不到哪儿去，好吗？好吧，那你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什么套路吗？什么套路你啊？哎，那我们来透露一下小哥哥的节目吧。哎，你们不要，哎，我要转换。如果说我们的节目是，他的节目就是 double， 是吗？哎，妖娆各种体，我已经被你们卖了哦。各种身体的舞蹈位置。好了，还有就是。一个什么才艺来展示一下，因为粉丝他有的人看不到嘛，就来不了现场。我给你拿手，直接抢。好，我有恐惧慌。好，正正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正正就在旁边，是吧？郑一涵不在。郑一涵。哎，这有箱子，怎么办？有箱子。门，把门一关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你要先采访一下你。一雪晴晴，因为之前有一个花絮嘛，就是大家都有那个冬，所以我今天要冬一下，至于怎么冬，然后我们接下来看。好的，对呀，拜拜。哎，你不要等，你刚刚，快拦住他，来，过来。可以，开始了，我们要开始腿冬了。一二三，哇！没有，要踩进去。你看，为什么感觉像？为什么感觉公正在逼东附小呢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？来采访一下公正，你刚刚被他腿动了，有什么感受？店长说附小的鞋太大了。Hello， 哇，哎呀，回来了，哎呀喂，干嘛了？你因为你这个说完你干嘛了？你知道我刚干嘛了？干嘛呢？我有事。什么事？待会儿。早。早。啊？是啊。什么事？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有点像奥特曼？哎，你今天像奥特曼。好，赶紧换过来了，我不要做主持人了，我要做出镜。好。好，大家好。哦。来，公司发能量。干什么？什么舞女？跳舞的那个啊！啊！哦呀！被别人叫走了。我赐予你们更大的力量。带我走吧。来，你们两个来。你们两个来聊聊天吧。聊天。喂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来直播。直播决定。我帮你们拿手机，你们弄开呀。决定。这个是吧？你做个这个照片啊，决定用你了。哎，今天中午你们吃了什么呀？在吃。哦，对，这有个披萨，我们来吃一下。刚化完妆，哇，好大一个，看一下多大一个，来，把手放上去看，这样超大一个。来，你们吃吧，吃吗？哎呦，谢谢。谢谢粉丝送的披萨，哎，要不要吃啊？吃啊，你吃，我来吃。不会痛那个的，我觉得好大呀，这个吃一点点就好了。不行，看公正跟一涵先吃。我回来了。哇，你是不是有事吧？哇，好大一块！哇啊，不要！好大。吃一口羊汤吃好了，也不要浪费。我跟你讲。不少那些的挺孩子是这样的，哎，杨鑫，我跟你，你过来，我上这边来。哎，我你等我说。广告哎。来，哎，你们听我说，我们一人一片，然后现在都是他。我有牙套。他够大，拿着。来。你们两个人来对一面吃来，或者你喂他吃。吃过了。那一涵你喂他好了。我就吃一口。我好像吃过了，现在是因为我怕伤害，会有点。吃披萨就好了，吃你那在干嘛？赶紧拿出来。康走了，你看慢点。不要实行家庭暴力，我走了。杨希在小角落，哎，西西我陪你吃。我就自己吃就好了。对，想吃。
杨希在拍披萨广告，现在是一点钟，你是让粉丝们吃下午茶吗？小哥哥，那该我吃了，来。哎呀，我还要加套来。哎，没事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我加套。为什么有人说我放毒？放毒？嗯，为什么你放毒了？杨希放毒。哦，就吃的是毒。哦，深夜剧毒。现在是小哥哥的披萨广告时间。啊哈！看这个披萨真的超级美味啊！杨希咬了一口。哇，小哥哥开始吃了。哎呀，咬不下来。哇，一口一个，真的是厉害。嗯、太阳，厉害了。哎呀，小哥，我给你99分，七分不给，夸你骄傲。还蛮好吃的，请哥哥的那个手机壳了呢。哎呦喂，你手机壳写的是什么？我有、哎，我看下人了。没事吧？有事吗？我跟你说，没有，我要吃。好好好，我好饿。不是我吧？等会儿，你去搞一下，让我再歪一点。我拿着吗？这就是。哎，看看你吃不吃。别！你先拿着，你先拿着。那让我一个人的，这是我一个人专场。来，小哥哥。等会儿，再往。又。给你5秒钟时间，好没有？都让咱看一会儿我吧。叶涵。哎，咋了？帅，你好。听说一航啊，一航，听说你坐着。这个，那个是跟一个人，那个人是谁呢？大家期待猜一下。我知道，给你们透露一下。我刚吃了很饱的，你吃。会上台啊？对啊，大家好好找一下，大家猜一下。嗯，拍口罩君哦。有拍好多，说不定给你来一个。来，我们一起拍吧，我累了，坐一会儿。来啊。哎呀，我很久。照镜子吧。哦。那我在后面。还有10分钟，我们就要上台了。对，还有10分钟要上台了。哇，看看好凉快啊！这电风扇好凉快。看看吃的已经刚刚干嘛？飞翔的翅膀吗？哇，精灵球！一航来，快来抓一航！一航被抓住了，不得失败，我又跳出来了。来，来个。假设我屁股抛个精灵球，没有大，这球是抓不住我的。对，他不是一航。那他只有店长专属的精灵球能抓吗？对。对啊，你看店长专属了哦。你那边没有球，那边只有笼子，你要用笼子抓我，直接一个。好啊。啊我。怎么了？你我不懂，你刚刚说什么就说了"问题"这个词。你好。平时在家里，那还用说吗？店长呢？那店长呢？两个。店长昨天给我买了一吃。对呀、啊，大家特别。宠他真的是，我们把一航害羞了。福建什么担当？
哦，海南吃鱼丸。我一天我记得我有一次，我现在好想吃福州的鱼丸。我记得想吃福州的鱼，记得我有没有吃过，我也想吃。他跟我没错。我记得我有一次一天吃了50个鱼丸。早上吃10个，下午吃到。可以吃60个。没有没有，就差不多肚子饿了就吃鱼丸不吃饭。然后那吃那喜欢吃那种。你看，今天我们俩穿的冷网，对哦，今天都是上面吗？对哦，走开了，发现了，我今天是下面烫头发的，然后我们店长也是下一个，对，看我们店长的头发，这个算。就跟刚刚是撩上去的，真的是反天了，是吧？啊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怎么样？咋有呀？嘻嘻。嘻里嘻里嘻。我们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快乐的一只小青蛙。你干嘛？咋了？我还不要抖，不要抖。我们要自拍，来过来，拍一下一号。啊。直播一行补妆。为了让大家看到最好的我，所以我先补个妆。拍一行、啊，让他补妆。哦。你们好。对来，我们拍自己吧，自拍来。我们挂一下。哦。哦，皮卡丘，哦，交住了，哦，交住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哎呦我去。刚刚好笑。刚刚。哦，吉吉。化妆师也好帅，有人。男人好帅。就是最帅的剧组。对，啊，西西回来了，古装的样子，我就喜欢，我就喜欢看别人。店长帅吗？帅，放个电，店长，快，好，啊，我们要后场了，哎，我们要过去吗？马上见，我们往。那我们先过去喽，你们两个要去后台了。那你们拿。对，你要拿。现在让啊，等会我说一下。先说一下。对，然后现在我们要上台了。拍着他们，拍着他们上台。那个小鞋子，在那个卷在那里。不是，你啊，那个换鞋子吗？对。好，你确定你有时间换？没时间你就别换了啊。有时间，对，时间放在那边后。你从哪边开始？那边。我在上。那边。哦，我。那好像拿东西吗？我在车里面。你吸收油吗？啊，好。坐好了是吧，伟哥？你等我一下。好，我们出场了。啊，走。主持人。主持人。好。等一下。我不打分你能。
可以，因为他是强带的。好。他怕我哭啊。亲手亲皮的，下回带东西帮你一起弄头发。走了，我们去了。纸。听到了吗？刚才你们都说上去啦，表演开始了，你们听到了吗？等到游戏环节的时候，我们再见。游戏大概会在半个小时之后，快将近两点的时候。1:50多我们就要开始啊，游戏环节继续直播。那现在我们就先结束啦。啊。